大家好，我是坤妈。我们现在还在威海了，大众点评搜了一家烧烤，蚊子味儿还不错，进去尝尝。走，这都是做好的，一份儿一份儿。我们往再往这边看看，看看海鲜。我现在海边就闻见了蒸皮皮虾的味道，这是蒸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饺子，蒸饺。哦，天哪，这儿有这么多人呢，这儿。那底下有一个半地下呢，人好多呀。我要进去吃饭，坤爸让我进去，多喊没眼力见儿。这是烧麻椰子，椰子一个这是嘛呀？辣炒蹭子，还是辣炒的，一点都不辣，看着。辣椒炒蹭子，哦，辣椒炒蹭子，我加一个尝尝，一点都不辣的呀，有点儿烫的，不是那么熟，口感有点淡，炒土豆丝，这个比较大众，这土豆丝啥？好嘛，还给我们自己点上了。自己在外头买了三瓶啤酒，然后他看我们放在这儿，给我们加单，加了三瓶。我看上面写是一点，我以为你们谁点的。那还有一个，这是嘛呀？这是拌嘛呀？老虎菜。老虎菜。哦，我还以为豆丝儿，我还说豆丝儿在哪儿？好辣呀！他们这儿哎，辣炒的东西看着都那么不辣，这也是辣的，但是看着不辣，一吃特别辣。特别辣，这做出来了，先摇，先做小头再做大，味儿还行，没挺好的，但是就是看着不辣。对，这挺鲜的，吃肉大格。这个丁螺比昨天晚上的丁螺好吃，是吧？这类似于那种鱼干儿，烤马步鱼，一盘儿是烤的哈。对，哎呦，怎么这么看着那味儿硬，跟鱼干儿似的，鱼片儿似的，哦，好烫。我觉得挺好吃的，哎，甜的，因为我喜欢把甜口的东西，跟鱼片儿的味道一样，是不是就烤鱼片儿？哎，有点那感觉。目前上来这几个菜。我觉得就那个蛏子，不如这个。哎，对，蛏子不如那法国，好像蛏子有点干，特别的，对，有点干。海杂鱼不是好几种鱼是吧？那细的粗的海杂，但是我闻的怎么有点臭？我先闻的这味儿，我觉得这个鱼的味儿，这做法的味儿没有什么特点，就是一般大众。人家还原原汁原味。没有那么多量，再说也没那么量，你看这色儿，就是没什么特点。来根葱，尝尝，吃的你多吃的我都快大脑缺氧了。做的我真的，哎呦喂，做那小头儿还得做那大头儿，要不就是做不动了，要不就是漏气，做不上来。给你来个签子用吗？我要。靠我的左力，我要凭实力吃这个顶多，不要借用工具。我觉得这马不实在，当零食吃都行，买点搁袋儿里。没事拿出来一块吃，这凉的也行，凉的也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嘛行？带了一份内脏，内脏好像都没清，还内脏在里边。也许人家这儿做的不多。
鱼鳞都没洗了。哪儿点了个汤还行，他想吃。多蠢鱼，那都是必死的那个。哎，这个当会儿，买这个。我就里面这黄色那个。那里头有黄色的哈，我弄开尝尝。啊，对，他妈也尝，我也来一份尝。没有腥味儿啊，我觉得。是吗？嗯，而且感觉这肉还挺多的，那里头那东西倍儿多，倍儿饱满。我觉得还行，但我也吃不了一个。那我觉得还行，一点都不腥，真多钱一个？20。便宜，这一个正玩意儿吗？还行，是吃鲍鱼的。是。对，还行，是吃鲍鱼。好家伙，那不奢侈，真不好吃。我记得上次咱们这青岛吃的是肉，哎呦，我一闻那味儿就倍儿恶心。看那一个腿儿，一个腿儿剖出来这么多，还挺多的那个腿儿，两这么多。这扯干儿，哎呦，整起来。这一份150多是，皮皮虾、螃蟹，还行，粘上了。结果，来看看，到我们了吗？直接吃，这有味儿吗？第二就是芥末跟酱油，而且是袋装。那可直接吃，我先加一个，加个花蛤呀，这里有花蛤，尝尝那花蛤。哎，我觉得不是饭，说实话。炒的那个花蛤好吃，哎，是不是火大了？吃了个皮皮虾也干，那肉味儿紧，就感觉就是给整火大了。今天这一顿是557，其实大众点评有95带100的券，忘了买了。哎呦，天哪！就差5块钱，只能用一张。哦，就只能用一张，那还行，心里平衡。本来还以为擦了一盘菜呢，走了。吃饱喝足，打道回府。走了，哎，好撑，溜达回去。感觉就跟在天津也没嘛区别。就跟在天津吃完饭回家的感觉一样。哎，这会儿的路口哎没有红绿灯。这奇怪，有好多口都没有红绿灯，弄得我都不敢过马路了，多危险呢！